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oe 黄俊荣，我是一个随时能点歌的点歌器。现在是我的新时代，怎么为什么不能离开？不用去分对错，而你还是不明白自由的心态，躲避不了真实的自己总出现，就算你不会听，只能努力到那天梦想会实现。再三说再见，强调别见面，经不起恢复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oe 黄俊荣，今年19岁，来自新加坡。我是个吃货，所以如果你们要来新加坡的时候，要跟我说，我会给你们很多的介绍的。我要向前冲，永远不回头。